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徐公公，欢迎收看三月三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面对武汉肺炎传播的警讯升高，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呼吁平台减少走摊，徐公公台南市会嘛做出回应，除了全力配合中央防疫作为减少走摊，嘛进一步推动拱手不握手运动，请乡亲多多体谅。第二张贵讯量的号召，包括国民党、民进党和无党联名的侪侪议员，拢出面收听，共同表态，为了保护家己，嘛保护全民的健康，必来支持部长陈时中减走摊的做法。毕竟平台逐天接触的人侪，万有视角差，对防疫都有真大影响。同时嘛，发出“拱手不握手，大家勤洗手”的口号，请热情的乡亲多多体谅。拱手不握手，大家勤洗手，大家勤洗手。那这段期间，包括陈时中部长，还有我们的苏贞昌院长，都在尽量哦啊，民意代表啊，少跑一些啊，特别讲啊，西山喜庆了哈啊，丧事的部分哦啊，对此呢，我们会极力啊配合一些中央的一个政策。那所以呢，就台南市民如果没有看到一些民意代表的话，那也希望能够见谅能够体谅一些民意代表为了全民的健康，也为了配合中央的政策所做出不得已的苦衷，也希望我们的民意代表呢这些行为能够获得市民的谅解。会长议员洪玉峰进一步针对拱手不握手，马后用议长甲市长做伙去宣导片，对出双方拢表达乐观精神。乐观精神，我回家了，等一下就叫秘书长跟他联络一下。那我们要怎么做呢？只要能够对全体市民有所宣导的作用，那我乐观其成。我们觉得这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这个拱手不握手也是我们要大力推动的，所以。跟议长来拍，跟议员拍，哦，都好。记者会中，面对李林长自强活动，有已经办过，有发包当中，有也未办，后续要安怎处理？对厝边政局表示，只要也未办的，并搁延期，选适当的时机搁再办。除了永康跟安南区，它的梯次比较多，已经各办理两梯次以外，其余的剩余的梯次，还有我们35区，的区公所的部都已经决定了要延期来办理哈。后续的话将视疫情的状况，公所会评估适当的时间来办，来保障我们那个李林长的一个权益哦。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特别在这边报告。另外会中议长郭新龙也表示，面对三会临时会告别照常举办，会密切注意到密切性以及疫情的发展才来决定。台南新闻郭志林跟蔡富伯的。自从疫情爆发以后，民政局第一线人员一直需要面对民众伫处理检疫或是隔离者的追踪甲封锁。现在似乎对中央嘛已经将防疫层级有关到一级，也让相关单位爱更加认真。对此，市长吴伟铁拄仔亲自为了新开防疫同仁，嘛表示已经制定好专贴的策案，近期内就将公布。以永康公所为例，不管是民政或是社政人员，都爱负责备用些的业务。现在李干事每一天针对有旅游史需要居家检疫的民众，也需要打电话追踪，24点钟待命。有的甚至爱倒三工采买送物资，相当辛苦。所以市长黄伟哲2号下晡特别准备蓝色羊肚等水果，要甲第一线的基层人员分享，嘛象征疫情逃之夭夭。很感谢今天来到永康公所，那因为我们公所的同仁是位居防疫的第一线，不管是居家隔离或居家检疫，或者是甚至于要追踪他的行踪，其实坦白讲都是很辛苦的哦。那所以说我们特别带了一些我们台南本产的水果来慰劳他们，一方面跟他们加油打气，一方面他们希望他们持续的继续坚守岗位。因为防疫第一线不能
崩溃掉，如果垮掉的话，那这个就出现缺口，所以我们很谢谢公所同仁的努力，也期待公所同仁继续坚持，因为防疫的形势是越来越严峻，那台湾守到现在这个地步真的是不容易，那我们一定要再继续坚守下去。我要市长嘛，破案李干事的身份，亲自打电话关心居家检疫的民众。先生吗？啊，现在第几天了？一二三四，第五天了。请多保重哦。再忍耐一下啊，我们那个防疫关怀包有没有收到？我们这个都会送一些物资给你。那如果需要，譬如说你在居家检疫期间需要这个进一步的这个协助，你就打给我们的公所，好不好？就你健康哦。不发烧了啊。2月27日开始，台南甲中央同款，拢是同步一级的开设，希望全民配合收掉疫情。今日新闻，阮是林光采访报道。即回因应肺炎疫情，予真济活动停办或是延后举行。其中，东区的德国厝上帝庙，每一冬农历三月初三拢会举办的祝寿大典。今年因为疫情的关系，经过委员会向新民拨备请示，最后决定今年将停办部分的寿典。因应新型冠状病毒流行，台南市东区德国厝上帝庙伫今日召开紧急临时会议，决定配合政府防疫政策，避免发生群聚感染的风险。庙方管理委员会特别向先天上帝拨备请示，将今年的庆典活动取消。本来是决定吼。在这个农历的过年，就已经决定讲啊，这个庆典要继续来举办吼，委员会也拢同意啊。但是看疫情愈来愈严重诶，所以阮就赶紧开一个临时会吼，让这个委员大家吼，委员大家来共思吼，管思这个大家意见安尼吼。结果开了结果，阮就是这个落单，要老境的进程的落单三天呢，阮也来个取消。这老境的这高利吼，要稳定八天呢，阮也个取消。至于阮的顶头拢拆落呀，阮也甘愿来这个定金吼来予加去。而且呢，阮这个三月初二是过交背景呢，会来甲阮查证。阮会办百几道的这个平安宴呢。阮惊这个疫情会扩张哦，所以呢。这个交不去查证嘞，阮昨已经甲各宫的交背景嘞，已经来甲通知吼，已经正式公文给因啦，讲阮即个来取消。虽然停办社景以及平安宴等大型的活动，但安五爷、祭古王以及团拜祝寿等活动，则是继续举行。三月初二嘞，阮这个厝人阮这委员会甲信徒嘞，大家团拜吼，团拜了后。早初三透早嘞，阮有安爷了呢，阮有客囝来过寒，客囝过寒了后嘞，阮有这个小兵了后嘞，暗时啊来跋孤王，迄拢伫外口嘞，开放式嘅空间哦，所以拢较袂要紧。欢迎嘞，咱台南市市民吼，大家若要来阮德国厝上帝庙来参拜嘞，阮大家拢较欢迎安尼吼。新冠病毒流行影响到各行各业活动的举行，现在连庙方的活动也受到影响。但为了人民的健康设想，相信新民也会同意停办。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台南市城西三期本市 MI 的活化计划，规划将挖出来烂土倒去桂林，就为封闭 MI 场。不过因为到目前为止已经拆出6000栋，引发当地民众烦恼，感谢造成环境污染。对此，议员杜素莹靠近三号的高调会勘，要求市府讲好清楚。我们会希望环保局可以明确的跟民众交代，在这里的周边这个掩埋场的阻隔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然后它的地下水的监测井的目前状况是怎样。我觉得整个事件如果是公开透明，那样应该不至于就有太不至于有什么疑虑的，但是就是一定要公开透明。城西三期粪扫掩埋场清运出来腐殖土运送到目前同款已经封闭的桂林区粪扫掩埋场，
为二月中旬开始清运到现在，总共运来300车次，大约6000公吨的腐殖土存放伫遮，予当地居民烦恼会造成污染。但是原柯有林以及杜素莹三日特别召开会刊，要求环保局出面讲清楚，化解民众的疑虑。先把这些东西去检验，第一个动作就是检验起来是不是有毒，有毒当然我们就没接受，如果是没毒，他说要把这些整理给病，要做那个太阳能，没毒的时候，跟地方跟里长这来沟通，要怎么回馈金给地方，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今天我们邀请台南社大，还有包括我们官方，他都有准备所谓想要采样这样的一个腐殖土做回去做检测，民间跟官方的检测做对比，这样的公正性会提高，这第一点。第二点，地方关切地下水会不会受到污染，因为这边是抽地下水来做灌溉。对此，环保局主秘周妙明表示，目前封闭的桂林粪扫掩埋场，未来将会规划为太阳能供电的场地。原来的腐殖土是用来种地，而且对着周边的地下水嘛有进行检测，也持续向周边的居民沟通。为了能得这个厂的话，最主要是我们要准备开辟太阳能光电，那要事先整地哦，要整地。那这个场域的话，周边我们地下水是有监测哈，是还符合标准哈。那当然，这个民众在诉求，我们要了解这个腐殖土的一个状况，我们也进行检验哈。那等检验结果哈，来进行最后续的一个处理方式。那当然，我们会加强跟居民来沟通哈。柯有林另外表示，市府事先无向地方沟通，就让大量腐殖土进驻，而且清运的车辆进出频繁，让居民甚至误以为是不法人士在偷渡，莫怪引发疑虑。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预防肠病毒，常常我们会教小朋友湿拖冲捧杀，其实现在也是一样。正确的洗手方法是用水弄湿之后，手背要搓一下，把所有的可能沾染这个病菌的地方，或者是飞沫的地方，或者病毒的地方，都要冲搓干净。接下来，把手洗干净，洗完之后呢，这个水龙头也要冲一冲。接下来把手擦干净。噔噔。大家好，我是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中国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大，如果你的亲友从中国回来，请提醒他们，返国14天内有发烧、咳嗽、呼吸急促等症状，请拨打1922防疫专线，提醒国人注意防疫资讯，避免前往有疫情的地区。请大家勤洗手，有症状戴口罩，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走进阅读308，我们将阅读分成6大主题。首先邀请到新时代作家杨富敏、江娥、李炳书、阿春霸、IG 作家，来到台南爱塔菜节目中与您见面。敬请锁定每晚8:30第三公用频道。你刚从中国大陆回来吗？特别是武汉地区，提醒您，入境如有发烧、咳嗽或呼吸急促等症状，请向机场或港口检疫人员报到。入境14天内如有出现类似症状，请立即拨打1922防疫专线，我们将有专人协助您。就医时务必告知您的旅游史、接触史、职业别及有无群聚现象。勤洗手、咳嗽、戴口罩，保护你我健康。为了透过公共空间的设计和改造来创造多元利用的价值，都花局今年持续规划绿社区培育课程，同时进行评选作业。其中华山基金会为了安平的天赛站，得到优选的肯定，这回来看因改造成果。
来到华山基金会新竹的安平已经十栋的天赛站，清幽明亮的空间，真适合这些时段来这联谊办静态课程。也能看到这些受助长辈正在振作，增加真有成就感。不过，其实该环境真正是起课真少。伫申请大学校绿社区培力计划，入选以后补助300,000才改造的成果，也是第一个透过室内环境的改造，佮进一步得到市府颁发优选的单位。华山基金会很开心，就是在108年度，在那个房东林友好小姐的协助之下，申请到绿培力计划的改善。那我们原本的办公室空间，它可能是承租旧的那个，就是因为我们是承租的，在承租约10年。那原本的空间规划比较零散跟凌乱，那有很多旧有的装潢比较老旧，它没办法就是让这个办公室发挥更多的功能。那透过这个计划的改造之后，我们将所有的旧的装潢全部都拆除，然后重新油漆粉刷，重新安装天花板，让这个空间的格局变得比较完整跟比较宽广。那原本以前只是我们义工跟站长办公的空间，现在变成是培力教室，我们把长辈带到这个空间环境里面来，一起在这个环境里面进行课程的培训。华山基金会进一步表示，目前利用这个空间会当让长辈做真侪课程，自我肯定，也让伊的能力被社会接纳，甚至体验愿望。这个空间改造之后，我觉得最棒的地方是它变成是一个带有希望、一个梦想可以发芽的培力教室。那我们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邀请总共12位长辈进到这个教室来，并且进行一连串的生命故事的培训计划，让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可以回想自己一生所发生的事情，然后透过可能是彩绘，可能是自画像，然后可能是剪纸，可能是拼豆，包括我们也有厨艺课程，让每一个长辈他们上来展现自己的拿手好菜。透过这些课程，一次一次的建立他们的自信心以及他们的成就感，他们会觉得说，哎，我其实是可以做到什么事情的。本来我以为我不会拿画笔，我不会拿剪刀。但是在这个地方我都做到了。对，那其实接下来下一步就是希望说可以帮长辈们进行圆梦计划，因为很多长辈透过这个计划，他聊出了他还想要做成的心愿。有长辈他想要当歌手，有长辈想要麻痹的长辈他想要学游泳，也有长辈他想要拍为自己的人生拍一次婚纱照。那我们就会希望说在接下来今年度，就是希望能够帮助这些长辈进行这些圆梦。华山安平爱心天使站绿培力改造计划成功，赞！今天新闻，军籍林根采访过的。其中为提示政积极推动绿能产业，也得到各界支持。上午企业的特别委托纸风车集团捐赠10台电动卡车给市府，希望作为顺势园区使用。对此，其中为提也亲自出席捐赠记者会，表达感谢。市长吴伟特现在骑的这台电动卡拉车，就是由着国内知名的企业委托纸风车集团所捐赠的。这届捐赠了10台的电动卡拉车，提供予市府相关单位会使伫顺势园区的时阵使用。三号举办捐赠记者会，市长吴伟特也亲自出席并颁发感谢状，感谢企业对台南的支持。高兴能够来参加我们台南子弟蔡登俊董事长他这个慷慨的捐赠市府10台的。电动脚踏车，名牌的电动脚踏车的一个仪式哈。那因为蔡董事长他本身是台南的子弟，然后在外事业有成，哦，在从过年那段时间，我们所举办的这个纸风车剧团，那总共3场，每一场都捐出5台，啊，他跟他的好友捐出5台电动脚踏车之外呢，总共捐了15台，那这次又特别捐给台南市政府10台电动脚踏车。主要是让一些市府单位，尤其像有一些园区，那服务员比较辽阔，然后他们去做这个下工的时候，比较方便。啊，这点是非常谢谢。啊，总是我们台南的子弟非常有心，那我们一定要好好做。那市府也会好好妥善运用这10台电动脚踏车来。一方面，台南是一个减低碳的城市；一方面，我们要做到节能减碳。市府秘书处表示，这10台电动卡拉车将会分配到三湘水道博物馆、虎头埤风景管理所等8个单位，将作为环境损失等用途。以每一天骑10公里来计算，每一年大约会使减少0.39吨的碳排放量。但新闻国博义采访报道。位于市中心的博爱国小三合一部迎接一件喜事，也是玉山图书馆正式落成启用。会中市长吴伟铁、玉山银行董事长陈国立以及几位议员拢共同出席见证，期待这间图书馆结合国际英语创意资源，充分让学生来学习。
伫破坏国小的小朋友热情表演，为今日活动加开序幕。这间全新落成的图书馆是由玉山银行所赞助，同时嘛是台市第十间的玉山图书馆。会中市长黄伟哲嘛特别出席见证，伫甲拜仪式过后，向前一间图书馆正式来启用。非常感谢，我们这个玉山银行能够帮忙，让我们台南市不管是偏乡，这个雪中送炭，或者是这个都会区，尤其像博爱国小能够拔尖，让博爱国小的英语学习能够好，还更好，让博爱国小的这个同学的这个图书阅读能够好，还要更好。那我想说，这点都是很有效提升了我们孩子的学习的兴趣以及学习的能力以及学习的成就。我在这边先第一个感谢所有校长们，大家一起来经营这样一个阅读的环境，让我们的小朋友能够享受到阅读的乐趣。其次，最重要也要感谢我们玉山世界卡的贵宾，由于有大家发挥聚沙成塔的力量，每刷一笔，我们就捐3%，累积成这样的基金，不断的在台湾每一个角落来推动阅读。所以今天第150所在我们博爱国小落脚。配合新图书馆落成，学校规划全校的老师甲学生进行人融接力，用爱来传播希望，也将图书馆的册借着每一双手传到新的玉山图书馆，让学生用特别的方式见证这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们为了让这座新的图书馆跟我们的旧的图书馆有象征性的意义的传承，所以我们办理了一个全我们博爱国小的一个叫做那个人龙接力，用爱传递希望。所以呢，我们邀请所有的志工团体，好，我们的玉山，我们的图书馆志工，还有我们1到6年级，还有幼稚园的小朋友，全校师生，还有我们的外师，从旧的图书馆把书籍一本一本的这样送过来，让他们可以感受到有连接到其实这个新旧传承的一个意义啊。这座玉山图书馆未来将结合校内英语教学特色、行动英语阅读绘本以及 VIP 卡等各种活动，来提升学生的阅读能力，更要让学生学习感恩加幸福。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现在来关心详细天气变化。嘛是晴分有时好天的天气，温度19度到26度，白日好，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收看3月3号的中港台南电视新闻，咱再会。